個星期的推介碟咧，終於講翻只新嘅，而家買到嘅一隻碟。上次嗰啲唔係買唔到，不過舊啲啫。今次呢只我估係新掛，我成日行碟鋪，我好似啱啱見過，就係呢只細碟。呢只細碟就犀利啦！呢只細碟咧係《天若有情》嘅電影歌曲，裡面有四隻歌，一隻《灰色軌跡》Beyond 嘅，未曾後悔 Beyond 嘅，是錯也再不分 Beyond 嘅，《天若有情》係袁鳳英嘅，呢只就係《天若有情》嘅電影歌。里面数了四隻歌，有三隻是 hit 到爆的，是隻手可熱的那三隻歌，《灰色軌跡》、《未曾後悔》和《天若有情》。是錯也再不分，我印象中我就不是很聽過，但是在這碟裡面所以聽完了，《灰色軌跡》就識的就識了，如果聽過 Beyond 的，我自己聽過很深刻的版本咧，反而咧就係呢個《化骨龍與千年蟲》入邊李修賢唱過一次嘅。咁呢只歌好深刻啦。另外就係《未曾後悔》，《未曾後悔》就係你就咁睇個名字，你唔知嗰個歌嘅內容係咩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就係《大時代》裏面阿孝哥同阿珍妹咧，成日佢哋一喺埋一齊就要播嗰只歌咧，《人生雖短暫》嗰只咧，即係阿李麗珍著件白色 T 恤濕透嗰一幕咧，就是播那首歌的，是他濕透那一幕是沒有影到心口下面的，我不知道做什麼，韋家輝。好了，另外呢就是最尾那隻《天若有情》袁鳳英，袁鳳英的首本，是不好意思，袁鳳英我知道他有出其他歌也都是不差的，他唱的，但是當然這隻是最紅的，就是《天若有情》，就是不要我唱了算了，啱啱我唱兩句咧，原諒話也不講半句，此刻生命在連續。係啦，原來拍呢個片都係俾我搶過，俾個機會。咁四隻碟裏面有三隻歌，咁都係中意嘅。咁同埋細碟咁特別，咁我所以即刻就買咗翻嚟。咁我估如果大家係呢隻碟唔難揾嘅，如果大家係買到呢隻碟，我諗都會掀起好多回憶啦。咁另外嗌俾大家睇一睇裏面。細碟是咁樣樣嘅，咁其實唔使擔心啊！唔通細碟要買個第二部 CD 機聽，梗唔使啦嚇。細碟嘅你無論頂揭式嘅，你就咁懟落去又得，你就係褪出嚟嗰啲盤，中間都有個圈圈係放呢啲細碟用嘅，咁就咁買翻去就聽到啦。好，今日《獨海浮沉》係突擊家訪嘅嚇，特別節目啊，唔係影呢堆垃圾，係我哋已經鋪咗塊布啦，好似我平時拍 DSE 後面咁咧。今天是拍這塊東西，咦，大家這麼熟口面的這塊東西，不是那些90年代尾00年代頭自己拿來做老番的那些 CD-ROM。 那這個 CD-ROM 有什麼這麼毒呢？轉頭聽這個物主慢慢解釋啊。這個是經典的 Plasta Premium 2。 喂， CD-R 很出名的嗎？這個牌子很出名，大佬，我以前如果我砌部機，我一定是選什麼那些 Hitachi、啊、Sony 那些以為是名牌，即係呢個係勁過佢哋嘅，勁有咩咁勁咧？嗱，低速啦，係低速，出名係好精準，出名係精準嘅。咁你揾啲咁舊嘅貨翻嚟，有咩事？有冇得 replace 㗎？係唯一得佢有全新嘅光頭。哦，咁巴閉，係咁跟住，仲要係純日本做。哦，仲要係純日本做嘅，真係純日本做，少少強國都冇。你咁講。哦，咁咧，但系你就咁啊，都话啦，其貌不扬啦，好似即系俾海关周咁样，或者普通一个 external 嘅CD-ROM 咁，但系佢神奇或者够毒嘅地方咧，就喺后面，俾个啰柚睇一睇。诶，就系、是，咦，呢、這个咩嚟嘅咧？呢、這个就系我哋平时见到攞嚟插 BNC 嘅，喂，无啦啦。是不是叫 BNC 啊？是 BNC 啊嘛，系咁一个无啦啦一个 CD-ROM 你插 BNC 做乜嘢啊？呢个就系 clock in， 即系你 rip 碟都仲要俾个 clock in 嚟 rip 碟，吓、啊、有咩分别啊？你用 clock 同唔用 clock？ 用咗佢精准好多。你有冇试过噶？系咪吹水噶？试过啦。即系你用同唔用系有分别嘅。我用同一只碟 rip 同一首歌，系。系啊，绑住个钟 rip 一首，系掹住个钟再 rip 一首，系两首歌完全唔同，即系你听到有唔同嘅，系你有冇打算去青山 check 下个路咧？
check 过噶啦。哦 ，check 过噶啦。OK， 咁你咁有信心，你就尝试你俾嗰两个 file 我，仲要唔好话俾我听边个系有 clock 嘅。OK， 睇下我分唔分到。我俾个 marking 落嚟，一号同二号。好，我睇下分下一号同二号仔啊。喂，另外咧，点解我平时 external 嗰啲CD-ROM 咧系？插 IEC 噶嘛，即系插嗰啲梯形咁嗰啲电线，点解呢个冇？呢个咧？呢个系咪用切火牛啊？呢个窿我认得佢，呢啲窿系咪切火牛？切火牛，但系我哋今日唔系用呢个。系我哋用乜嘢？我哋用呢个嘅。呢个系咩嚟嘅？呢个系 LPS。咩叫 LPS？ 线性电源。L 系 linear power supply 嗱呢度 linear power 哦系原来有个字喺度，我仲谂住啊我估中添话俾大家听，原来有事linear power supply 系吓、啊，即系你用一个 clock in 去 rip 碟都仲唔够，仲要俾个 linear 嘅电俾佢，你有搞错？你话俾我听，你根本里面嗰份玉嗰嚿灰色嗰个 CD ROM 几钱先嗰嚿嘢？嗰嚿嘢都五嚿水，都成千银。吓、啊，头先就咁白色嗰、那个系啊，嗰、那个要成千银个 CD-ROM 系啊。哦 ，sorry 啊，我真系以为、我真系以为两百零蚊嗰啲，我以为你两百零蚊个 CD-ROM， 然之后加个两皮嘢 clock， 再加个三千蚊嘅 LPS 添，即系有好多妹仔大个主任部噶，哦系，湿湿声嗰啲嘢系，整埋就几贵下。OK， 咁用咗个 LPS 有咩咁着数咧？个背景静好多嘅，系唔会有个噪声嘅，系咁。另外咧，原装嗰啲咁嘅开关电源咧，可以火烛嘅。哦，开始你开始用 sales 嘅口吻啦。系啊，嗱，今日突击嚟睇咧，就系睇呢嚿咁嘅嘢吓。明明就系 rip 碟啫，即系你插个 USB 入个电脑度 rip 碟啦，吓、啊、又俾你用 clock in 啦，又用 linear power supply 啦。我暂时嚟讲。都算是见过最毒的产品了，如果玩起上来、有没得卖的这个东西、没有的最毒的地方就是它没得卖 的， 是自己整来自己叹的，有什么够它毒 啊， 啊好，那大家呢不妨呢就恨一下啦、啊、不要问我了，等我自己回去试了，真的有一个这样的 product 再算、啊、喜欢 rip 碟的朋友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法、啊，原来买只嗰只 ROM， 然之后仲可以加钟，仲可以加 LPS， 睇下系咪晓飞先嗰个 file。